亚洲象群北移南归，中国政府和民众携手互相的故事，已经成为中国促进人与动物共生、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动范例，也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展示了美丽而温暖的中国样本。帮助这群野象成功的回家不是终点，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仍然任重道远。目前亚洲象被列入我们国家"十四五"期间抢救性保护的48种极度濒危的物种，在保护亚洲象种群及其栖息地的基础上，系统地保护我国珍贵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及其资源，对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长效机制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义重大，最重要实现人与象各得其所，人象和谐共生。